四位新加坡慈济志工来到柬埔寨进行志工培训，慈济实践是重点。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都希望啊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去掉这些不好的习惯。 远道而来就希望能把静思家风如实传达，邀约更多当地民众成就善的团队。已在其中的志工也分享了他们的经验。希望看到我上次去看到那个朋友，那个那幅家人，我记得有位奶奶，她看到我，她也特别的高兴，她是会抱着我。 亲我二年，我觉得真的好感动。启发爱心，也教导如何行善，如何进行访视，传承对的方法，对的方向。助人也自助。我帮助的是柬埔寨，帮助你自己的乡亲。我们这些也帮助了我们自己，自己的家人，也帮助别人。透过戏剧，还有小组讨论，不断演练，大家都有心要学，让贫困人家都能够得到帮助。大爱新闻真美志工潘晓彤、洪文清，柬埔寨报道。